各位，接着下来又是个妇女党，这爸爸那没话讲，是我们心目中的台湾的英雄，没错，真的是英雄。然后他女儿有没有看到？我们以前听过玛雅文化，有没有？他女儿叫马胜雅，马胜雅的爸爸是谁？马国斌，马国斌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马如龙，还有我们的马胜雅，掌声欢迎！看多还能看后处理，吴家有女初长成啊，一时之间已经亭亭玉立了，是你亲生的。是的，今天我们是要怎样啊？就是要每个人要血统证明的。邱大磊，对，因为是大哥，所以我用肯定的语气，是你亲生的。确实我的查某囝，不管是我哪里监督的，监工制造，绝对无问题啊。你是认亲无？滴血认亲，你大哥，你怎么这样？不啦，大哥谢谢。宝贝女儿先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哎，圣雅，大家好，我叫雅雅，雅雅，今天来总会带一点表演啊。有啊，我有带来一首宝儿的《永远》。哎，唱哟，很难的，那直接就很难。Music。运动矿工有没有？哎呀，你挑那个叫什么一色一色来的现场，对对对，木屐都拿来了，对不对？要木屐哦，来 ，one two three， 后一色，打斗，嘿，哎，真的有遗传哦，所以舞蹈细胞，你做什么表演都是可爱的。对啊，那就请坐了，好吧？好，欢迎，太精彩了。这一个内容叫做是“我是第一名”，厉害了。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这边，好吧？这边对，平均年龄最小的冠军，哎呦，是什么？先看照片，好不好？看照片就知道。好，团体的对吧？对，来快买。哦，快点！哎呦。好可爱哦！哇，是李罗炸吗？先猜一下这个是什么？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照片这么漂亮可爱？好想看到他们本人哦！喂，仁爱，一给弄出来啊！所以他们是2010年全国宋江镇暨南瀛杯龙狮驿镇锦标赛冠军，第一名的太古就对了。哇，这个头衔好厉害哦！太古就鬼太古那种太古。刚一出来，我还以为是台湾这个算是鸡童协会啊，没有，那是衣服有点像，是有一点，但其实不是。可是因为他们这样是看起来很可爱啊，真的。宪哥，这样他们会不好表演，吓到他们了。你看有没有？他们现在表情都已经不一样了。对啊，你得跟丢好不好？绝对掌声欢迎第一名太古，台南仁爱幼稚园带来的表演《中国娃娃》。耶！来自台南仁爱幼稚园大班的小朋友们参加太古比赛，屡获冠军，赶快来看看他们的表演吧。好可爱哦！哎，这个跟李罗的差不多大了。差不多了啊！哇，好俏皮的太古哦！哦，他们有阵型的耶！哎呦，穿那个露背装好可爱哦！不过男生的是有一点娘了啊。
舞曲呢、欸哦，很厉害，三碗出脚哎、欸。娃娃来点灯，娃娃来点灯。今夜红包在鞭炮声，多才有多福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！现在这些小朋友的表演啊，我们就会觉得，其实他这每一个人可能在这个表演里面不是那么纯熟，是，但是天真、活泼又美丽就是他们的代表。对啊，当然，而且很主要是他们非常的认真嘛，是是是。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天鲁。不是啊，我说我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！知名度大考验，来来，你敢这样干嘛？来，旁边那个叫什么名字？不要问。很好，答对啦！耶 ，give me five， 耶！哎，等一下，或许你艺名改，我的答案跟你一样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不如这样好了，我们来跟他们玩一个游戏。好好，好好，大头娃，今世世界纪录，史上最会跳舞的迷你机器人，全世界目前为止最小的机器人只有15公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哇，有，这么小的机器人哦，好厉害哦！哎呦，真的有舞蹈动作！哇塞！谁是大头王？马如龙大哥惨遭宪哥陷害，要去当鬼给人家打头的人呢？啊！到底是谁要打？哦，好，预备！哇！谁是大头王规则，请一位主持人或来宾坐在椅子上，手举铁盆，而现场其他人手上各有一只道具，由其中一位出手敲打铁盆，主持人或来宾需找出哪位敲打的，否则将继续被敲，直到猜对为止。之前都是啊马大哥在，你就搞你就搞你就搞啊，我们让马大哥来拿。不要让他听到，不要让他听到，不要打草惊蛇啦，这有什么好虚，麦克风这么大声，你觉得他就坐在我们隔壁那台？对嘛，来，那我现在示范一下，来，小朋友同志站在椅子后面来啊，第一位示范的点到的就上去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点到谁呢？不是啦，不是，没有就点到了，那没办法给你了，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？应该难得真六。哎，老师，麻烦瞄那一大箱。死掉！基督教，我走掉爱情的路线。下一位，给他好传神哦！是的，那个真的很大声哎！废话。等一下，宪哥你太狠了，你看凹掉了，打完都凹掉了耶！我告诉你，搞清楚，我们现在是要叫你，人家小朋友要来打，哎，好吧，来来，先拿着拿着。